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佳琪，我的英文名叫 Fiona。 我最喜欢的男生是忠诚然后善良的男生。如果没有男朋友在身边，我就穿很正常的棉 T 恤睡觉，然后如果有男生呢，我会去买一些维多利亚秘密的就是他的就是粉红色的，就是穿起来很舒服的。对的。怎么样的时候才最性感？你都知道了，我怎么样才性感啦？可是我自认为其实我的嘴巴是很性感的。我最喜欢的城市是香港，因为这里有我喜欢的工作，有我喜欢的美食，还有我将来可能要喜欢的男生会在香港发生。也许将来我的爱情会在香港。大家如果想多看我在这里的拍摄花絮，那大家就一定要去关注 Bubble 的 Facebook。